要继续抽球了，接下来请王子来抽球。我不知道啊。还有，啊！来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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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把球投回去。我觉得那个黄球跟红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来来来来，这个黄，犀利记者请出问。在这么多花美男里面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最帅啊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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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照镜子的时候没有觉得 ？Oh my god！照镜子的时候当然会觉得，但照镜子的时候当然觉得不错，但是大家都觉得每个人型不同啊，对，好诚实啊，对，诚实到我都不知道该在问什么。下一位，下一位太有诚意了。对，等下所以这回答你是算是 OK 的了 ，OK 啊，哇塞，我觉得还要再问一个，这个太容易了啦，太容易了，太快了，太快，我们节目时间不够啊，再问你好了。那我们来问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，因为像王子演出《爱上巧克力》，毛弟也演出偶像剧了嘛？那在 JPM 在偶像剧领域里面似乎胜了 Lollipop F， 嗯，你自己认为呢？会不会觉得很得意啊？哦。犀利犀利，多少是有点得意啦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不错，因为他们在唱片的成绩跟我们也是，就是其实算是良性竞争。那我们很开心是在戏剧方面，就是我们有多涉略几部戏，不管是电影或者是偶像剧，或者是在内地的电影。所以呢，在电影方面或戏剧上面，我们是比较有把握的。对，嗯。不错哦，哎，蛮老实的，蛮老实的，很中肯，我有感受到诚意。接下来请昆凌来抽球。为什么记者窃喜？